大家好，我是果果朵。今天啊，咱们来到这个张家口怀两旗屯儿。今天这个温度呢，又是特别的冷。刚出来那会儿还好点，中午3点来钟，这会儿4点来钟已经是冷得受不了了。就是我穿的这个短袖，然后牛仔短裤，特别冷。这个村里头人们还穿的棉裤，然后上衣还穿那个长袖厚袜子，确实是有点冷。看看张家口这个地方有多凉爽，我这换上长裤，穿这个冲锋衣正好。所以说，欢迎大家来这个张家口来避暑来，记得来的时候啊，也一定要多带这个厚衣服。如果要上坝的话，一定要备一个薄的羽绒服。这头冷了哦，冷得跑，你看，你穿裤子也穿一条裤子也冷了是不？冷，啊，这是下六午三六三吧，拔的也快完呀啊，拔到几点就不拔了？啊，6点，每天早上早早就出去去地里头了啊，这转我这6点多就出去了，啊，天亮想出来去地里，回来今儿这是又去地里头去了，这不是那天你不是老党员吗？开什么会了？我是年外之才，您是老党员是吧？还想一盆回来，种了几十亩地？10来亩地。啊，不多啊，锄完了没？好了，哦，锄2遍了，估计啊。2遍了。这骑着摩托车啊，咱再骑个车。今年看的比去年年轻了，70岁，怎么越活越年轻了？看的，就是比去年年轻看的啊。去年又年轻了，又年轻了。地离这儿远不远？也不算远，有20里的地嘛。哦，这种的出啥去了？谷子。该出点果子。哦，种了几亩谷子？都有2亩了，干地了。就喝够喝粥的行了吗？就是。种薯子没？种薯了。这不吃黄糕了？俺是不爱吃糕，孩子们也不吃糕嘛。您不爱吃糕？我头一次听说淮安人不爱吃糕了。啊？拉姑拉了啊！门庙堂的哦，薯子还有拉姑拉了啊！薯子可不就拉姑拉了？啊，咱们这拉姑多了啊！这会儿好像少了。哦。这会儿等着也人都大了，也给你少了。哦。进来坐一会儿吧。不进去了，你快回吧，快回去歇歇。哎，刚从地里头回来，没事儿。你快回去歇歇去吧。啊，我是。你说您是二里五受苦人，啊，啥叫二里五受苦人？半个台不够，不是整天做胡子的。你叫来，不去了，大哥。在前头了。看大哥这天儿，人穿的背心儿。娘有没有多漂亮？真是，人不冷。我就30里50里地坐标不敢接。这地坐标啊。啥时候不行了，不敢坐的了。啊，你还能看出是有雨来了。刚你们就知道这个山上就是那一块雾蒙蒙的。就那一块雾蒙蒙的，就是雨。一马就来咱们这儿了。你10分钟衣服就来了。10分钟就咱们这儿就下呀？是不是？那是在哪儿？石坡底那块儿来。我当时我归两起头了，一直朝下走，你看。哦，就这一块那个山里头那个白的。白的。哎呀，你说连10分钟也用不了。我给咱看看点走不？你看城管员等着他。估计连10分钟也用不了就来了。你们村人是不是都会看？我见那个大姐也说是看到那儿雨来了。哎，种胡子天天。哎呀，真是这会儿这个越看越蒙蒙，越雾蒙蒙的，看着就来了哎。那大爷会看不？是来雨呀不？来不了。哎，您不会看。这大爷说10分钟就来了。人们都从地里头跑回来了，你看。也不能10分钟就来了，俺看看几分钟，5点半，你说干几点就5:40就来了，就来了，咱等的吧，就等雨了吧，等春雨又再见。这两天不旱，你看村里头的草长得多好啊。下得了，那场雨下得可下好了啊。咱们这儿可能比市里头下的还多。
没拉屎的都多，下头一大座位，是不是？子来好比咱们这个儿子来好比。哦，那样我看着挺长得挺好。街边还起来了。哦，哎呀，一春天可算是旱坏 了。这不是淮安那边的人吗？旱的。啊，这是老党员的签字去了啊。哦，这是老干部。为啥上次给我讲这个两旗团的故事，啥也知道了？就是也懂一点啊。这老人觉得就急点啊，又快哦。这个村又凉快又安静，这个人们住的这个环境挺好，多好。一点污染没了。就是，这村里头地方又宽，两边这个山沟里头挺好，人们各家各户种点小菜园。咱们这个地还真天抖落来，山沟。哦，咱们这儿真绿，一进来你看。就包括街上这个草都是绿油油的啊，那大妈你还一个人干啥了你？刚才我做饭呀。哦。好三十。大爷说说话得算数了，就等着了，十分钟就来雨。咱们从前过过笑话。我还笑话你。别吹你。看着就来呀、啊，就是来呀、啊，这股气儿，感觉就是潮乎乎的就来了。你说只剩两分钟了，才过两分钟三十。哦，还有八分钟。哎呀，大爷，你咋说的这么准？这真的到雨来了吗？您说连十分钟也用不了，这才几分钟了这会儿？三分钟，你看您说。哎，刚才还看的没这么黑，真是，哎呀，真是这都来了的。您也太神了吧！哎呀妈！看这雨说来就来了。说十分钟来，三分钟就来了，一点也不假。真是山里的天，娃娃的脸，说变就变了。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